请掀开经本第25页，第25页，从第7尊菩萨看起，运字净化住家人，这个意思很深很广。前面虽然说了，依旧未尽其意。名号虽然只有几个字，学佛的同修，我想多半都听过所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弥陀名号如是，诸佛菩萨的名号一样都是不可思议。这一点我们不能够疏忽，要细细的去体会，去契入。在自利利他，用什么来运则？滋润自己的化身慧命，滋润一切众生的菩提种子。我们想到这些事，自然就能体会到要有高度的智慧，要有深广的慈悲。如果只有慈悲没有智慧，会产生不善的副作用。佛家常说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怀。可见的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，决定离不开慈悲的。慈悲就像主驾神一样，五谷杂粮，滋润我们的身体，滋润色身。可是单有慈悲而没有智慧，那就是所谓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。这种没有智慧的慈悲是什么呢？事法里面的感情的染爱。诸位要晓得，慈悲跟那个爱啊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。为什么佛要给它换一个名称呢？就是依于高度智慧的那个爱啊，就叫慈悲。如果依感情，完全没有理性的，那就叫做爱。所以从四相上讲，没有两样。但是从依据上讲啊，是迥然不同。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了，六道凡夫啊，只有爱
没有慈悲呀。换一句话说，感情用事，感情用事产生的效果是什么？这个还用得着说吗？今天世界灾变这么多，究竟的原因是什么？感情用事，所以才招来的这么多的灾难。然后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了此地运则进化它最重要的意义，就是智慧的教育。我们能够实施智慧的教育，推行智慧的教育，那就是运则进化。教育里面包含的科目众多，尤其是现代教育，分科非常的微细，就好像一个花园，许许多多这些品种，齐放不止100种啊。这个百花齐放，那个百是形容多，不是数字。所有的品种通通都有啊。无论什么样的品种，它都依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进。进就是高度的智慧。这样才能够运则自己的发生慧命，运则一切众生。所以这个事出世间法根本的一个大问题，就是要把教育办好。智慧的教育，佛法是排在第一位，佛法就是智慧的教育，确确实实是九法界一切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，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，这是讲智慧达到了基础了。所以名号里面的含的意思很深很广。李长者在《后论》里面，他对于这些经文的解释完全依照这个菩萨十波罗蜜来说，十波罗蜜一交互那就变成100个法门，每一个法门里面都具足十波罗蜜。这个解释当然也很好，但是我们看起来呢，显得这个范围太局限，不如清凉大师说得好。所以这个道佩禅师他做这个转要，他采取清凉，这个是有慧眼。那么清凉解释的很简单，但是这个意思既深又广，确确实实我们掌握这个原则，真正能够做到切机切理。
第八尊成就妙相主家身，五谷杂粮都有一股香气，这个香气也是滋养我们身体的。那么这个德号里面，这个香加上了一个妙香，佛法对于香非常重视。我们常常听到的戒定真香啊，戒香、定香、慧香啊，解脱之间呢，这就叫无分法身香。大小乘经论里面都说，那这就是成就我们的法身，也成就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。这是佛家教学重要的科目啊！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大小乘佛法里面必修的科目，这五个科目啊，叫五分法身相啊，是佛家教学的内容。掌握到这个原则，你就不会迷失学佛的方向。你在佛法修学一定能有成就。所以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？从成就戒相学起啊，这个戒是第一步啊。戒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守法、守规矩。如果我们不守规矩、不守法，你的生活就乱了，你的工作也没有头绪，世间法尚且都不能成就，怎么能成就佛法呢？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！即使我们念佛，念佛堂里面也有仪规呀，每一个人都遵守规矩啊，听从念佛堂领导的法师，听他们教导，这个念佛堂才整齐呀，才如法了，才能感得护法的菩萨神众来护持道场，由戒才能得定。定是我们念佛功夫的成就，用现在话讲，成绩表现。定是什么？最浅显的是摄心，
或者说我们生念头，讲心不太好懂，妄念少了，分别少了，执着少了，这叫摄心呢，这是定啊。你在念佛堂得利益了，所以事法佛法的修学，特别是在初学，一定要懂得一个诀窍，这个诀窍就是一门深入，你同时搞两门三门没用处。为什么？你的心是散乱的，再勤奋再用功，你不能摄心，不能摄心你就没有成就啊。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，自己决定是凡夫。怎么知道是凡夫呢？一天到晚呢，起心动念，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了，那怎么不是凡夫？所以肯定自己是凡夫，既是凡夫，业障深重啊！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又不好，环境真正是群魔乱舞啊，叫你眼花缭乱呐！自己业障重，生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，六根所接触的全都是诱惑，你怎么能够不起心动念？起心动念都是烦恼啊，烦恼就把智慧障碍住了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然后你在这个接受教育里面，你才懂得如何选择。就像学生读书，我要选哪个学校，选哪一个科系，你才懂得选择。选择之后一定要发奋努力，要达到成就。那我们仔细想想现前这个环境，我们自己的根性如果不是一门深入，要想成就太难太难。而一门里面给诸位说，第一殊胜是念佛法门的。农历七月到了，中国民间都做普渡的佛事，普渡冤亲债主，普渡一切横死的这些亡灵，什么方法最有效？念佛方法最有效。比什么样的法门效果都大啊！你要问什么道理，念佛法门最专啊，专一啊。
所以从前印光大师的道场，所有一切超度的都在念佛堂列牌位回向就行了。这个里头有很深的道理在呀。我们不能够疏忽，一些地方没有念佛堂，没有人在这里专修专弘，做其他超度法事，那是情有可原的，可以做的。所以你有定，从定再开会呀，从开会呀，你才能得大自在。这个自在就是解脱，解脱之见呢，是菩萨的全智。前面戒定慧，那个慧是菩萨的实智，真实智慧，根本智。后面解脱之见是全智，是无所不知。这个是度化众生用的，他受用，解脱之见他受用。那么这个是功德才圆满啊，这才叫做妙相啊。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在世间选择修学啊，我们想接受教育，你说你还会想学别的法门吗？我在青年的时候是学了，感到是学非常痛苦，49年到台湾之后，因为必须要工作养自己，我一个人到台湾，人地生疏，自己要养活自己，所以对于求学非常羡慕，没有学费，没有办法念书，所以不得已求助于这些教授，他们发慈悲心，拨一点时间来教我。以后啊，知道佛法，知道佛法的好处啊，利益了。所以决定把其他的一切都舍弃了，专门学佛法，这真正找到了好东西啊！问题就在你自己修学有没有真正的成就。此地讲的成就妙相，你有没有成就？你有成就，不在乎学历，我没有学历，我在学校念书最高的学历初中毕业，我最高的学历啊，我在台湾教过文化大学，我在学校教了5年了。李炳南老居士办佛有研究所，我在研究所教过。
在国外，许多大学请我讲演算学分的。可见的那个文凭不重要啊，问题是你真有东西拿出来啊。佛法是真学问啊，智慧的学，这个学问啊。真正发心修学，不必靠这些文凭这些形式，一定要真干，真正有成就。希望将来社会大众对佛法有正确的认识，希望佛学能够在各级学校里面开课。把它纳入正规教学里面，众生就有福了，国家也有福了。所以这门学问不仅是智慧，而且是德行，菩萨行啊。第九尊见斋爱要着袈裟，这个德号诸位一看就明了，都能够懂得，见是别人见的，人家见了你他就欢喜，就尊敬你，就爱护你，欢喜你，那你这个人做人成功了，这个很好懂。可是要怎样做才到处都受到别人尊敬爱护喜欢，那就不简单了。此地主家人的表法，如果你这个地方生产的这些五谷杂粮品种异常的优秀，超越其他地区所种植的这个品种，那人见人爱啊，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？这个道理回归到我们表法的意趣里头，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必然是你的德行，你的学术，你的技能都成就了。所以他这个借着成就妙相，从接到这里来的，你的无分法身相，我们讲无分法身相大家很难懂，我们讲五个科目，这五个科目你都修成功了，都修成就了，那么你在这个社会上必定受到广大群众的尊敬爱护。大家都欢喜跟你学习，这成就自己的德行、学问、技能，又肯热心
为社会大众服务。这个服务啊，而且是义务的，不要求权利，只尽义务啊，不要权利，谁不欢迎？我们要懂啊，发心学教就是发心啊。来求佛教的，来求学的，学成之后干什么呢？在全世界讲经说法，普度众生啊！将来在世界各地方讲经说法。重点呢是要在全世界大学里面去讲，你才产生影响力了。由影响广大群众的这个场所来讲解，收的效果啊就大了。这是你们求学的目的啊。可是一定要认真的求学，才能达到这个目标，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。学问就是智慧啊。那么一定要完全尽义务，不要权利，你才能达到普度众生的目的。为什么呢？人人看到你欢喜，人人都尊敬你，每一个道场都欢迎你，你就成功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有几个原则要遵守。第一个是真诚恭敬。我们到人家的道场，第一个对道场的主人要尊敬。一般寺院里头方丈住持，我们真诚恭敬，要把他看作长辈长者，像一个学校他是校长，我们到这儿来当教员的，一定要做到自卑而尊人。第二，要尊敬道场里面所有的注众，这是我们的同事，必须得到他们的协助，这个法会才能够圆满成功。如果这个寺院的一些大众，你跟他们不能和睦相处，他在里面障碍，你的法会就不圆满。这个法会就是我们讲经的法会，弘法的法会。所以对于大众要尊敬啊。对于来听经的每一个信众都要尊敬。你的法缘才殊胜啊。敬人敬事敬物，敬事我讲经一定要很认真的准备，
决定不能草率，决定不能随便，不是应付。那么现在许许多多这个地方道场，有一些不愿意请外面人来讲经，原因是什么呢？谚语里头常说啊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，怕这个法师来一讲经啊，他的信徒被他拉去了。那这个信徒供养的到他那边去了，最担心的事情啊。我们明白，我们了解，那你自己心里就有数了。到别人道场讲经，决定不可以拉信徒。最好呢，这个听众啊，这些信徒来听经的，跟他们不要接触。尤其是信徒里面有地位、有身份、有财富的，那是他这个道场大护法，你要跟他往来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你到底是存的什么心啊？所以人家防范就很严了。那么对于这些人，事先打听好哪些人是他们的大护法，跟他拒绝往来。他这个里面常住人就放心了，没事了。那么所有的供养通通供养常住。这个常住就放心了。这个法师来讲经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只替我赚钱，我没有赔钱。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一点了。那么法师在那讲经的供养有常住供养，信徒所有的供养通通归常住。另外还有皈依，皈依的时候呢，请这个寺院老和尚来受皈依，我们这个讲经的法师到外面决定不能受皈依弟子，不可以。除非呢是个居士道场，这里头没有法师行。要是一个寺院，他有住持的时候，这个信徒发心皈依，一定要请住持和尚发皈依证。你记住，不拉他的信徒，不跟他护法往来，不收供养，这个心就安了，他就常常会请你来讲经。我们的目的嘛，是讲经说法，令众生有缘闻到佛法，开悟了，得利益了。我们目的在此地啊。我不是为名闻利养啊，不是为拉信徒啊，所以自己先要表态啊，要做得很好啊，那么你的声名做出去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那就见斋爱要啊，那哪有不欢喜你的？那每个地方都会请你讲经说法。如果你到人家的道场，又要摆架子，摆这个大法师架子，要人伺候，轻慢道场这些主众，又要钱，又拉信徒，又收皈依弟子，那个。寺庙里的主人看到之后啊，当然不说话，对你很客气。你只讲这一次，下一次永远不会再请你了。不但不会再请你，他还告诉别的寺庙，千万不要请啊！你请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
你的法缘就断光了。所以这个说到见斋爱药啊，我教给你们这些方法，你们要都肯做的话，将来你们在全世界弘法利生呢，确实确确实实啊，见斋爱药啊，你的法缘就殊胜了吧。纵然在一些没有法师这些场合，那人家供养你的，那我们自己要收啊。收的这些供养啊，还要跟大众结缘啊。这种结缘呢，那么最好是法供养啊，像我们印诵的经书、印诵佛像啊、印诵这些小的这个纪念品。那么包括现在所讲的这个录音带啊、录音带、CD 这些东西，我们有多少力量就做多少啊。每一到一个地方讲经啊，先完全尊重跟大家广结法缘，你的缘才出生啊。念念要是为自己，你这个缘呢越来越小，你的路啊越走越直，走到最后就不通了，走不通了。哎，你要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放下，什么都给众生呢，你那个路越走越宽啊，到后来海阔天空啊，那你真的得大自在了。所以才真正的名实相符，见斋爱药。最后这一尊菩萨力够金光，力够是断烦恼，只有万缘放下了，你才真正立够了。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都要放下，决定不能沾染苟利之后，心就明了。宗门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，明心就见性了。怎样才能做到明心见性呢？一定要立苟。苟是什么呢？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四弘誓愿里面，烦恼无尽誓愿断了不断烦恼不能成就你要想究竟圆满的成就，一定要断烦恼断烦恼是因，明心见性是果，这个净光就是明心见性。因殊胜，果就殊胜那么由此可知，烦恼不断，哪有殊胜的果德心情烦恼一定从内心里面断掉这一点诸位要记住
不是从相上断，是从心上断。从念头上断，相可以随缘，可以恒顺众生，决定不能有这个意思，不能有这个念头啊！菩萨断烦恼是从念头上断的。念头没有了，真的像永嘉大师所说的，分别也非异了。这一句话意思很深，分别，分别不是异，凡夫分别是意识，凡夫执着是第七识，莫那识啊。他分别不是一，那是什么呢？他已经转识成智了。他分别是妙观察智，他执着是平等性智，那怎么会一样啊？所以在四相上，他也分别，他也执着，骨子里面完全不相同。凡夫有烦恼有习气，菩萨在分别执着里面生无量智慧，他四智菩提吧。所以利他就是自利，自利跟利他是一不是二。菩萨永远不休息地帮助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就是常讲的度众生啊，显示出无尽的智慧德能啊，他那个智慧德能起作用，那是自利啊。所以才知道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，自利一定是真实的利他，如果是自利不利别人，那自己也得不到利益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那么这一位菩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殿后，这是讲到大圆满啊，立柱金刚是大圆满啊，这一段要落实到我们四相里面，那就现代人所讲的农业专家，周稼生是农业专家了。古时候是农业社会，在中国古代社会大众虽然没有印度那种阶级观念，但是在中国也有品类之分，所谓的是四农工商，中国人这个行业排列的顺序，四排在第一，四是读书人，读书明理，
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懂得这些道理，他可以做社会大众的导师。一切众生的顾问啊，所以把它摆在第一。你看，第二就是农。中国古代啊，真是以农立国啊。从事于农业，农业的产品能养活众生。人在一生当中，实在讲最重要的，我们每一天决定不能离开的，还是这些饮食的农产品。金银珠宝有没有？没有关系啊，不重要啊。你的金银珠宝堆积如山，如果你三天没米下锅，那个金银珠宝不能吃啊，你还是要命啊。这个要懂得，就什么是根本呢？农事是根本啊。所以中国把这个工商啊排在后面了。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人民都能够丰衣足食，他的衣食没有问题了，这个社会决定是安定的。社会安定一定要靠教育，靠教学，使人明理，懂得道理，使人能够守法，中国古代讲守礼，礼比法还要好，礼里面呢有情在其中啊，通情达理。在佛法讲里面，里头有慈悲，有爱心在里面。所以中国古代国家办政治第一个项目就是教学，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。这才能达到大圆满，立垢净光啊，是大圆满啊。如是等而为上首，其数无量，这一句是总结，说明与会的这些主驾神也是尽虚空变法界。从事于农业的这些人，莫不皆得大喜成就。探得里面大喜成就四个字不能够疏忽，一定要细心地去问味，唯有人民衣食足，足是够用啊，
不必多，多了就增长贪心，造作罪业。所以多了啊，一定要懂得布施，要懂得舍，够用就好。不要以为我舍了之后就没有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。你看佛法当中，无论大小乘经典，无论是任何宗派经典，佛都给我们讲清楚啊。你的财富从哪里来的？从布施带来的。尤其果报丝毫不爽啊！你施一，你得一；施十，得十；布施什么，得什么，不会缺啊！所以自己在物质受用上，只要够了，多余的就要布施啊，越施越多。越多越是啊，永远保持我自己够用就好了。这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，急需那不是个觉悟，迷人呐、他不懂啊。真正觉悟的人呢，他立刻就实现。那么这样的果报就在我们眼前，不知道你们大家看到没有啊？我们把我们的财物啊放在什么地方好呢？放在一切众生那里好，比银行靠得住啊。银行都会倒闭呀，众生的福报是永远不会倒闭的啊！放在众生那边呢，就是放在自信里面的啊。所以觉悟的人肯布施啊，肯干啊。那么有这样的业因善果，怎么会不欢喜？这个果报真实的乏味，这个乏味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头给我们提示，菩萨行的乏味，六度万恒，自利利他了，自利成就自己的无分法身，利他了，真正做到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所以他里头有大喜成就。那么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再看第二段，诸和尚佛有无量诸和尚，诸和尚在我们这个经文里面底下有主海，有主水，主河，这个三段经文都是讲的水神。水神我们中国人习惯称为龙王，那个主海神就海龙王，主河神呢是江河的龙王，像中国长江黄河
啊，这个也是大的水神。那另外诸水，那个大小就不一定了，就不定了。他所表的意思，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到啊。这些水啊，到底有没有龙王呢？决定是有。怎么知道有呢？佛在经上跟我们介绍的很多啊。佛没有妄语啊。你想想看，树木花草都有神，山河大地哪里没有神啊？前面我们读过主地神，这个地藏经里面监牢地神，那是阎浮提大帝的总的地神。那么在中国五岳东岳大帝，南岳在衡山，这个也是地神，也是山神。那么小的城隍土地，我们在新加坡看到有小小的祠堂，大伯公都是主地神。所以江河确确实实有神呐。我们人要想在一生当中过得很幸福，跟鬼神的关系要处好。你要处得不好啊，那就很麻烦了。那么现在中国大陆的水灾非常严重啊，这好像跟这些水神关系没搞好啊。确实如此，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这天地神祇啊，确实是存在。不但中国人相信，印度人相信，西洋人也相信啊，相信有鬼啊，相信有神啊，这我们肉眼看不见。肉眼虽然看不见，它对我们确确实实有影响。什么影响呢？如果从今天这个科学角度里面来看，有波的影响。这现在科学家承认了波动啊。我们这个空间呢，这波非常非常复杂。所以我们人住在这个磁场里头不安了，身心都不安。原因是什么？这个磁场太复杂。为什么大家走上念佛堂感触不一样？念佛堂的磁场很强大，它是平和的，所以你进入这个地区的时候，它这个摄受力很大，你的感受立刻就不一样，波动的影响啊。
只要是物相，都有波动。因为所有的物质，现在科学家知道得很清楚，它的组成都是原子电子，分析到最后的基本粒子，这些粒子都是动，只要它动，它就有波。所以万物都有波动啊，跟我们的生活情绪息息相关啊，哪有不受影响的道理？这个波动里头影响更大的是起心动念啊，思想的波，心波，这个比这个物的波的时候影响力还要大。鬼神他们有色相，他有起心动念，他有念头啊，那个念头的波动之强不亚于我们，甚至比我们还要强大。从什么地方可以见到呢？有许多同修啊，晚上睡觉做噩梦，梦醒了之后一身冷汗，梦到鬼，梦到妖魔鬼怪，吓得一身冷汗，那就说明是他的波比你强。你在那个他的磁场里面受他的支配。还有同修梦到亚鬼，鬼种类很多很复杂的，这是自己很清楚很明白，全身动弹不得。这什么原因？他的波比你强大，你的磁场不如他，你完全被他控制，他不离开你就动弹不得，心里清清楚楚。所以学佛的人遇到这种情形，如果一下想起来念阿弥陀佛、念观音菩萨，只要你念一声，这鬼就走了，你就能够恢复清醒。这就说明他那个波很厉害、很强大，不如佛的波。我们这一声佛号啊，跟佛的那个频道接触到，得到佛力的加持，这频道接通了，那他的那个波动啊就比不上了，所以他就退出了。不退出也不障碍。那么这是从科学家讲的，我们中佛法里面讲光。在中国现在流行的讲啊气，在练气功讲的气，外国人讲磁场。科学家讲波，一桩事情啊，说的名词不相同，一桩事情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晓得天地万物啊，跟我们自己这个磁场波动啊息息相关。哪有说是没有关联的道理呢？所以古时候的教育跟天地鬼神打交道是非常重视啊，比现在国际上的外交还要重要啊。你看这个帝王大臣，各地方的这个地方首长连接祭祀鬼神，那是办外交啊，跟天地鬼神打交道啊，我们要把这个关系搞好啊。
他们能够保佑这个地方国泰民安，减少灾害，有道理，不可以说他是迷信啊。现在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用迷信两个字一笔抹杀啊，这种种灾难现前，不晓得灾难的起因。用科学的态度去找原因，只能找到事的因，更深的理的因找不到。这佛法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啊。楞严经里面佛给我们说的，水从哪里来的？贪心来的。贪爱是水啊，嗔恚是火啊，愚痴是风啊，不平是震动啊，地震啊。这是佛经上讲的。可是现在人说佛学是迷信，我们是迷信，他不迷信，那有什么法子呢？如何能把佛学界佛教教育推广，让社会大众重新再认识他，再肯定他，认真努力来学习修学，在佛法理论上来讲的佛教育真正能够得到广泛的推行，大众都能接受，所有一切自然灾害决定不会发生。真正做到风调雨顺啊，五谷丰登啊，人民安乐，确实可以得到。那么这是从四相上讲，真有这些鬼神。那么这些鬼神里面也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示现在其中，那就是此地讲的应以诸河神得度者，即现诸河神身二位说法。这是诸佛菩萨现这一类身啊。清凉大师在表法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表的是法后留住啊，法是佛法了，也就表示佛法的流传，像水一样流遍大地，取这个意思。运以群品，使一切众生都能得到水的滋润，万物才能够生长。这个是水的好处，水的利益。又与生死破流
枕笔飘溺，这就是在洪水成灾的时候，这些诸和尚啊，来救济这一些灾民。诸和尚里头有这些意思在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意思再推广。乏了，包含世间法和出世间法。只要这个法能够利益大众，就应当广泛的流通。造福社会，造福人民，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呐！非常可惜，世间人呢，被烦恼迷失了自信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，疏忽了他应该得到，他可能得到的无比殊胜的大利，这非常可惜。你看这现在世间东西，他稍稍有一点成就，有一点发明，他要求专利，这个专利怎么不通了？不通了，水就要泛滥了，就成灾了。这水不能流了，那就麻烦大了。所以他不知道大利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。即使在佛门里面，我们也曾经看到，看到印的这佛书，真正是利益众生的，可是后面印的是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，这不能流通了。我过去讲经呢，曾经说过很多次，这一类的人呢，将来必定堕恶道。凭什么堕恶道呢？这个版权所有、翻印必究这四个字啊，这八个字啊，是罪证十足啊。阎罗王就拿这八个字，那这是你的，你版权所有啊，就要判你下地狱。为什么呢？你印的这个佛经，这是佛的版权呢、你盗佛的版权，据为自己自有，还不准流通，那你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啊？佛的经书，古人的注解，他不过去重新排一排，做一个版面，后面就加上版权所有，你说怎么得了？如果是你自己的著作，那还情有可原呢、不是自己的，中国古圣先贤流传下来的这些典籍。
他自己做一个版，印出来了，后面也是版权所有，啊，翻印比旧。他怎么能发得了财嘛？障碍一切众生的发生慧命，罪过极重啊！所以现在人不如古人了。你看古书，木刻版的古书，从来没有后头说有版权所有，没有。啊，特别是印的佛书，每一部佛经后面都是鼓励你、劝你去流通啊，功德无量。古人印的书啊，都希望你有能力，你去刻版呢，延续流通啊。古人读书啊，有智慧啊，聪明啊。现在人念书糊涂啊，越念越糊涂啊。那不念还聪明，越念越糊涂了。你说糟不糟糕呢？所以主和神呢，真正的表法的意趣就是讲流通。你看这个江河，如果它能够顺畅的流通，怎么会有灾害？不会有灾害啊！只有它流通啊，不能顺畅了，它就泛滥成灾了啊！所以。如何保持江河的顺畅流通？这现在来讲啊，这是水利专家的事情。水利是一个国家，是一个地区的基本的建设。你看这个高度文明的国家社会，对于水利工程非常注意啊。新加坡的政府对于整个城市的规划，地下水道的畅通，这是最重要的基础工程的建设。雨水怎么样排出去？废水、污水如何排出去？他做得很好啊，所以这个都市这么干净啊，让人住在这个地方感觉得很舒适啊。他这个里面的水道啊，畅通无阻啊。小的水道、水沟如是，大的江河也如是，同样一个道理啊。长江大河，常年这个上游啊，一些泥沙啊，跟着水带到这个中下游。造成的淤积，如果时间久了，阻塞河道，这个水流的就不顺畅了，流的速度就缓慢了，于是雨水多的时候就造成灾难。如果我们平时能够注意到这些事情，平时把这些淤泥把它挖掉啊，保持这个河道它的深度广度，让它畅通无阻，而且这些淤泥
把它挖出来之后，不但可以增高两岸的堤防，这些泥土非常肥沃啊。那是种植最好的一个环境。帮助植物的生长啊。一些支流我们在外国啊看到人家的这个水利工程。山沟都做成水库啊，河流一到河流都有好几个水坝啊，它这个可以调节水量，水多的时候它这个坝打开啊放水，让水流到江里面，流到海里面去。雨水少的时候它拦截，使水源不缺乏了。所以水利工程做好了啊，水灾跟旱灾都没有了。水多的时候能够排得出去，雨水少的时候这个储存的水呀，足够灌溉农田，水旱灾都没有了。我们要有很好的规划，也要跟龙王们合作啊，这个内外关系，这阴阳关系都要搞好，这个事情就做得很顺利了，会做得很圆满，很成功啊！这对社会是很大的福利事业啊！在一般讲，国家基础的建设啊，水利、道路啊，也就是交通的建设啊。那么现在交通有公路，有铁路啊，现在还加上航空。那么还现代呢，还加上一个发电能源，这四桩事情做好了，这个国家基础就稳固啊。无论从生产某一种产业都能够造福社会大众，都能够利益世界的众生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，你看这个社会上哪一种行业都说到，所以华严经是大圆满的法门，真的是是出是法，一法都不漏啊。所以它总表事出是事法，利益一切众生流通的德行。请看经文，所谓普法训流诸何神，这第一尊德号里面也是用的四个字，我们从这四个字里面去体会它的含义。训流，因为这里都是讲的水，
无论是海是江是河，水一定是流动的，顺流啊，流动得很快呀。普是普遍，发是发起。那么这个德号里面是要我们教导我们要发平等心，要发清净心，清净平等就普法了。要将佛陀的教育像江河一样流遍大地，那么在现在就说如何把佛法流通到全世界。佛法的教学真舍利益，真舍智慧，没有任何界限，超越国家的界限，超越种族的界限，超越文化的界限，超越宗教的界限，才叫普法。有一个界限不能够超越，就不叫普了。这普法就是普度众生，迅字好啊，要快啊，不能等啊，等延误了众生闻法的时节因缘。所以这个弘法的工作越快越好，你迟一天做，一切众生多受一天苦啊！他这个闻法的机会就迟了一天了，你要迟一个月的时候，那他就得迟一个月了所以这个事情干这个事情要快速，决定不能够等待除非是机缘不成熟，条件不具足，很想做，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个不能怪自己假如条件都够的话，你要不做啊，那就是你的过失，一定要做条件不足，这个时候等待机缘，充实自己等待机缘，这个态度就对了有条件一定要做弘法利生的事业，无量寿经上教给我们做不勤之友，就是这个意思不要等到人家来求法了，主动要把佛法介绍给大众。要认真努力去推广。这个利益果报不可思议。现在科技发达，讲经说法的人少，不在乎。在从前，
没有这些机械工具啊，讲经弘法的人一定要多啊！因为我们是凡夫，没有分身之术啊。每一个地区建一个讲堂，在那个地方讲经，听众都有限啊，所以要照顾广大的群众，就必须要很多讲经说法的这些人，你才能做得到啊。现在真的不需要啊，真正发心能够舍己为人，讲老实话，十个八个就足够了。这十个八个人能够团结在一起，利用科技的方法，将来我们深深相信，因为世间人现在接触佛法的毕竟还是少数，对佛法误会的依旧是大多数。如果大家都认识佛法了，肯定佛法了，将来电视台播播佛法就没人收听啊，不是我们去找他，他来找我们了。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一天。所以借着卫星电视，借着网络来传播，我们这个道场现场就对全世界一切众生说法。所以人少不要紧啊，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满了，能做到很殊胜，做得很好。如果有贤明的政府，贤明的领袖认清楚这一点了，以国家传播的工具来做佛教教育的工作，教化社会大众，收的效果就更大了。我们现在才开端，虽然才开端，效果我们已经见到了。这个节目在电视台播出，受到许许多多人的欢迎。我们现在有个很大的缺陷，在外国电视台里面播放，我们讲的是华语，对象只有华侨，听得懂华语，所以我们的工作，我们今天还需要一些人才，如何能把它翻成世界各国主要的言语，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。突破语言上的障碍，那个利益就很大了，可以消除这个世间种种的隔阂，种种的误会，种种的奇迹，这才能促进世界大同，才能促进这个人类互相的了解，互相的尊敬，互相的合作，促进整个世界的安定和平，繁荣兴旺。
大乘佛法，尤其是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的教学，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。这个目的是世界上许许多多有智慧的这些领导人，他们梦寐所希求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做到，哪里晓得这个方法呢？就在《华严经》里面。随着普法顺流，这个名号里头所含的意思。第二尊普皆全见诸和尚，全见用现在的话是水源啊，大江大河它的发源地也是全见啊，从地下的流出来的水流成一个小小溪，这个涧比溪还要小，慢慢的汇合许多支流，再成为大河。我们要想使这个水真正能够利益一切众生，要注意它的源头，它的源头要注意什么呢？普济，重要啊！要能帮助一切众生的清洁身心，特别是心理，心理要清洁，要干净，要没有污染，而且不能只顾到自己，一定要懂得所有一切的河流的源头都要做到清净无染，因为一切水业到最后都流入大海，大海就像我们一个共同生活的社会，每一个小源头就好像各种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生活方式、不同的宗教信仰，那就好比是源头啊。这个整个社会的结构非常复杂，群见众多啊，都能使它净化，这靠什么呢？一定要靠教学。所以回归到表法里面呢，还是讲世出世间圣贤的教学发扬光大，才能令一切众生的思想的纯洁，突破种种的障碍，种种的隔阂，才能够达到一切众生共存共荣、互助合作的目标。
唯有共存共荣、互助合作，才真正得到幸福美满。幸福美满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希望一切众生呢，个个都能够得到。那么这个要靠世出世间圣贤的教学才行。诸位要记住，佛法没有离开世间法了，世法佛法是一法了，不是二法了。什么叫世法呢？觉悟了一切法都叫佛法，迷了啊，一切法都叫做世法。世法跟佛法只有迷悟不同。除了迷悟之外，找不出它不同的地方啊。这是我们一定要认清的。然后才知道怎么样修学。如何流通佛法？如何将佛法发扬光大？所以，现前最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，肯定佛法不是宗教，佛法是教育，佛法是教学。他的教育教学的对象确实是包括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在我们佛法里面讲九界众生，上从菩萨法界，下至地狱法界，都是他教学的对象。接受佛法的熏陶，发心认真修学佛法，九界众生都称作菩萨了。真正能够将妄想分别执着断尽，九界的众生都叫做如来，都是诸佛，不在形象，形象上有差别，那个佛菩萨、诸佛如来没有差别。这是我们首先要把它认识清楚。从普界群见这里下手，这个用意很深很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